ナミさん、大丈夫ですか？大丈夫です。これを持って。はい。我来引开鬼子，不行，一起走。我熟悉山里，他们抓不到我的。别说了，你必须听我的。走。师君，怎么样？快走，走。不行，陈金姐，你别管我了，你快走。我怎么能扔下你呢？咱俩都死了，谁去报信？陈金姐，陈金姐，你快走，别管我了。雪莲，你快走。陈金姐，陈金姐，我答应老夏一定要保护好你的。陈静小姐，既然你对你的朋友那么有感情，何不跟我们一起回去看一看？我一直希望你和夏安国能够来这里做客，不过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。你们别忘了，这里可是中国，我们才是真正的主人，你们这些侵略者迟早要葬送在这片土地上。今天是你的死期，我要为我死去的儿子报仇，你到地下去陪伴他吧。鬼塚君，やめろ。君に保証する。彼女を必ず殺して北志君の敵を討つから。しかし、韓国とあの高齢特攻隊を滅ぼすまでに、こっちにとって彼女はまだ利用する価値がある。北志君もきっとこの点を。分かってくれていると思う。連れてこい。あ。すべては私の考慮不足で、うっかりして身をばらしちゃいました。お許しください。発射。装置はあの一台だけしかない。もう上に連絡して。二三時に新しいのが届きます。そうか。韓国らは何の任務をしに行ったのかな。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。まだ完全に信頼されていないので、誤送なんかのことでしょう。うん。ナミさん、今すぐ城内に戻ってください。現在までは君の身分はまだバレていない。
城内での任務もまだ続けるべきです。総局名や義家も武漢城内でよく助け合ってくれるはずですから、15日つまり2日後の夜8時に暴動を起こす予定です。必ずこの作戦計画を伝えます。ご安心ください。うん。あと必ずこれを韓国に渡して。别急，慢慢说。陈静姐和邻居昨天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让我在家里等着，可是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。我人生地不熟的，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，也不知道该向谁汇报。他们有说去哪儿了吗？陈静姐就说出去办点事儿，也没说具体什么事儿。她让我在家里等着，我也没敢问。小姐，像你这么美丽的中国姑娘加入到战争中来，真是暴殄天物啊。我知道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很孤单，我是特意来陪你的。你干什么？不要紧张，我是特意来陪你的。走开！你这样的行为可不友好啊，不过我是不会介意的。你霸道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！この女のせいで死んだ。仇を取るんです。バカモン。覚えておけ。こいつは私の息子鬼塚北斗のものだ。息子は生前やれ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、父の中では私が必ず息子に付き添わせてみせる。この女の思うつぼだ。黙れ。いいか、もう一度ここに近づいてみろ。必ず殺してやる。行け。はい。房间内没有任何的线索，两天了，他们能去哪儿呢？说好让他来留守的，瞎溜达什么玩意？不能是有新任务吧？刘主任说，没有向他们布置任务，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，现在已经派出宪兵队和警察局配合寻找了。这个事儿
我让军统的人插手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那我去联系了。安国，别太担心，陈进行事一向谨慎，应该没有问题。两个大活人，这两天不见人影，连个信任没有，不能出啥事儿了吧？捅过什么玩意儿啊？我说的不是实话呀！安国，这干燥剂也不是办法，咱们去刘主任那儿看看吧。我刚刚把各方面传过来的情报加以汇总，从中发现敌人的最新动向，陈静和邻居的失踪与此有关。情报显示，苏玉明和魏华已经被敌人策反，正在积极准备进行暴动，配合日军进攻。那必须立刻对他们采取措施。我已将此事上报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，他们即将派兵对苏玉明和魏华进行突袭，把损失降到最小。由于郑雄在王建绿处的据点已经被我们摧毁了，这次与苏玉明和魏华联络的是个女特务，你们能不能想到她会是谁？黄瑞。不过这个黄瑞是由郑雄派出的特务冒牌顶替的，真正的黄瑞肯定已经惨遭毒手了。这样事实就很清楚了，陈静和邻居肯定就是在这个假黄瑞的迷惑之下中了郑雄的诡计，落到他们手里。假黄瑞返回城里联络暴动事宜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小静和邻居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这个假黄瑞一定会故技重施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找到郑雄的据点。毫无疑问，陈静被郑雄抓走了，目前正关押在城外的一个秘密据点。我们必须要救他。当然要救，他也是我们组织中的一员嘛。我要知道这次行动的具体计划。静观其变，郑雄很快就会出城。还有，黑梅从上海赶来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，他下午就到，到时候让黑梅根据你们的行动提供帮助。黑梅？说起来，黑梅与夏安国还是有一点恩怨交情的，我就送给他们一个联手的机会。在小树林，我刚刚能路过，在树上贴着呢，我就给撕下来了。郑雄写了信，小静被关在他的秘密据点。还说什么了？他约我在老龙坡会面。啥呀？不行，你不能去，这指定是小鬼子设的鸿门宴。至少明天郑雄会出现在那儿，所以我必须去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我立刻向组织请求指示。
生入死这么多年了，你认为陈静出事我会不去吗？我现在不需要等待组织的回复了。要是你的话，就不这么做。戴总，天强啊，嗯，你这次来的正是时候啊！光影突击队正要对城外的日军秘密基地实行最后的打击，你作为安国的哥哥，一定要帮帮他。安国这小子。几年不见，现在真弄出大动静来了。自南京会战以后啊，谢安国同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特殊人才啊。安国这人我太了解了，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按说他是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孩子，在家根本没吃过什么苦，但是这两年国仇家恨加在一起，难为他了。安国同志虽然现在还没有加入我们的组织，但是我们已经把他看成是我们组织中的一员了。这次陈静同志被敌人抓走了，我们希望他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，顺利地完成任务。刘主任，安国是我过命的兄弟，小静呢，那就相当于是我的弟妹。不管是安国还是小静，我保证给您一块带回来。隊長、準備ができました。よし。隊長、シャーン号が来なかったら、すべて水の泡ですよ。渡辺君、お前は奴の性格全然分かってないな。夏安国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陈静和林局在哪儿？我可以马上让你见到他们，请吧。你放了他们，我跟你走。夏安国，你以为你还有跟我讲条件的权利吗？是你让我一再受挫，忍受耻辱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那么快的去死。我要把你带到军部，为我找回作为军人的尊严。为了这一天，我已经等了很久了。
侵略者除了可耻之外，还有尊严吗？哼，别看你如此逞能，但是我的愿望马上就会实现了。渡辺君，やつを捕まえろ。はい。必ず韓国を捕まえてわしに渡すんだ。行け。はい。行くぞ。让他们统统放下枪。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。命令だ。銃を没収しろ。あの看護者は殺せ。虚传啊，黑妹。你怎么认识我？能干净利索的解决掉守卫，孤身一人杀入日军的巢穴，我想我在这个地方能遇到的女人，除了军统局的黑妹，不会有别人了。我猜猜你是谁？这么神秘出现，你应该是罗天强吧？你怎么来了？还助夏安国一臂之力？夏安国是我兄弟。既然我们现在都来了，我们的目的应该是一致的。现在时间非常紧迫，我有一个建议。陈静由你来负责救出，这个地方交给我控制。我想我应该能信任你吧。应该说，我应该可以信任你。数で見ると奴らの数は多くない。必ず援軍来るまでに全滅させろ。あ、英国の勇士たちを
徹底的に潰してやれ。情况怎么样？苏玉明和魏华这两个王八羔子都被抓了起来，小鬼子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这是窦雄给他们下达的命令。你和高龙正面吸引鬼子，我带人侧面切断敌人退路。记住，千万别让他们突破据点，这样对咱们太不利了。没问题。弟兄们，给我狠狠打！敵の兵力が増える一方であります。このままではダメだ。死ぬまで我々の本部必ず守り抜くんだ。は郑雄一男，看到了吗？这些就是侵略者的下场。不，这只是刚刚开始，整个武汉城马上就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。你指的是这个吗？夏安国，这次我们充其量只是占了一个平手，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，无数的毒气弹和细菌弹就会被引爆，到时候你和我还有这里所有的人都会去死，整个武汉城也会在毒气和细菌的包围中。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将会兵不血刃占领你们的武汉城。郑雄，你要找的是这个吗？这是我从你库房里拆下来的，少了它，我看你在引爆个毒气啊、细菌呢、啊，让我开开眼呐。马开路，日本人一定会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刀兵的。啊！这一枪是为了我爹，这一枪是为了小金的爹，最后一枪为了那些死去的同胞。
追踪元村，可惜没有亲手宰了你。安国，没事吧？没事。 前辈，这错儿下了啊！你们先走，我休息一会儿。 计划让你一直在共党组织中效力，将来一旦形势有变，你可以为党国提供更为核心的机密情报。可惜呀，高龙在行动中殉国，计划不得不做出调整。不知处长有什么新的安排？武汉无论是否守住，我们在战略上已经取得胜利。 以后的抗战形势将会进入到焦灼状态。现在，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于日军，而是我们的内部的势力强化。当然，还有共产党。为此，局座要求特务处派出精兵强将，由他亲自布置一项绝密任务。我决定派你来执行。 我该怎么做？你立刻动身去重庆接受任务，并且进行必要的培训。
民生轮船公司下午3点会有一艘客船，票我已经为你订好，你抓紧时间准备一下。是。来，慢点啊，都给我码平了啊，小心点。都装完了吧？装完了。好。夏队长，所有的炸弹和毒鸡蛋都已经全部装成。出发。是。郑雄这个龟孙子是想把武汉老百姓全整死，折腾这堆炸弹折腾好几天。最后再检查一遍，什么东西都别拉。好。出发，这儿。晋阳失守之后，武汉北路门户洞开，日军即将兵临城下，加之广州即将沦陷，粤汉铁路从源头上被日军掐断，继续持重兵固守武汉，从战略上已经意义不大。武汉沦陷之后，战争将会更加复杂，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已将趋于表面化。在这个时候，你进入军统局工作，对党组织了解各方面的情况，将有很大的帮助。因此，组织上同意你去重庆工作。陈进同志啊，在长期的战斗中，你已经受住了各种考验，已经是一名稳重的优秀战士，这也是组织上同意你单独执行任务的原因之一啊。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，我会尽力完成好任务，请组织放心。嗯，时间不多了，准备出发吧。好，那我去了。好。检查完了，安国哥，请原谅我不辞而别。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执行什么任务。不过，刘主任说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战士，你就放心好了，不要为我担心。安国哥，不管到了哪里，我都会记着你说过的话。真鸳鸯打不散，为了我。为了我们，你一定要多保重，期待着早日与你团聚，期待着最幸福的那一天，小静。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找小静呢。陈静已经离开武汉了。为什么？任务紧急，国家现在是多事之秋，分分合合的在所难免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是他应该等我回来。临便收拾一下吧，明天一早准备出发。去哪儿？光影突击队在武汉的任务已经结束了，上级命令你们立刻前往新四军苏南根据地，接手新的任务。根据地，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了也过去，咱们差不多会同时到，有什么事到那边再说吧。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，此物
最相思。